老板，来两份正阳明火锅。不好意思，送餐了。嗯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哥哥，你是谁啊？我来阮情侣朋友啦，卖问啊啦，紧食啦，来买单啦。你卖哪？我来爱啦。今天不卖哪？对呀。哦。哥哥，我看着，感觉伊看啊做爱面呢，我嘛是咧感动呢。先等你啦，先等你啦。这样子让你啦，我袂当收啦。无嘛，你妈嘞，以后我就无爱过来啊！这整个大家拢无简单啦，好无？啊，我本来就无希望你过来啊，你咧？哦。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。